中的时间，我们再次到把我们的心安静在神的面前，来转向那一位等候我们的主，来转向那一位我们心里面每一分每一秒都在思念的神。让我们有一段安静的时间。早上的祷告来预备的时候，我们当团队有一位早上就看到一个印象，看到两把梳子，然后两个不同颜色的梳子，那我们就在想问神说，神啊，这个梳子是什么意思？然后就想到这个梳子是梳理我们，好让我们当中有打结的头发，好梳头发打结了可以梳一梳，然后睡起来那个乱七八糟的梳一梳，或者是就是不整齐的梳一梳。我们相信神在我们当中也在做梳理的工作，而且不是只有一个，是有两种。所以就是无论是神在我们当中做的这种梳理的工作，无论你的环境如何，你的情况如何，你的光景如何，神都可以帮助你，让你能够梳理，能够很畅通无阻的，然后在我们的神面前，我们是成为装饰整齐的心腹来预备迎接他。好吧，我们一起来开口，有简短的一段时间来祷告，我们来求神按照他所向我们启示的，在我们当中来做梳理的工作，各种的梳理的工作，让我们能够解开所有的打结的地方，不顺的地方，都能够因着神在我们当中的梳理，让我们能够整整齐齐，能够畅通无阻。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来请。阿门。阿门。主，我们感谢主，谢谢主，谢谢你，让我们团队可以看见做这样的一个意象，主，我们相信就在我们当中来做梳理的工作。主，无论是我们个人的生命里面有打结的地方，或者是在我们的环境里面，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工作、我们的服事，主，有任何打结的地方。主啊，你来在我们当中来梳理，主啊来梳理，主啊让我们能够在你面前再一次的，主啊，就像我们早上起来梳妆整齐一样，就让你的教会，主啊在你的面前每一个人都没有任何的这个打结的地方，也没有任何的乱七八糟，主啊你来梳理我们，就让我们可以畅通无阻的来到你的面前，让我们的主啊感谢你，谢谢你在我们当中所做的工作，主啊我们祝福你的手的工作，主啊你所开始的神。圣功必完成，做我们甘心在神中心，哈利路亚！谢谢赞美我们的神，哈利路亚！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阿门。阿门。弟兄姊妹平安。这个周末是一个国殇日的周末哈，是我们纪念在地上的过世的人们。但是我觉得我们这时候也应该来纪念神在我们当中的作为。所以今天早上我在祷告的时候就看见，昨天其实是看见《约书亚记》的第四章的第四节到第七节，就讲到当以色列人过了约旦河以后，约书亚叫以色列人所做的一件事情。好，我们一起来念一下《约书亚记》第四章第四节。于是约书亚将他从以色列人中所预备的那十二人，每支派一人都招了来，对他们说，你们下约旦河中，过到耶和华你们神的约柜前头，按着以色列人十二支派的数目，每人取一块石头扛在肩上，这些石头在你们中间可以作为证据，日后你们的子孙问你们说，这些石头是什么意思，你们就对他们说，这是因为约旦河的水在耶和华的约柜前断绝，约柜过约旦河的时候，约旦河的水就断绝了，这些石头要做以色列人永远的纪念。
这些石头要做以色列人永远的纪念。神一直是在他的百姓中做奇妙作为的神，他在我们的当中行了许许多多的神迹，在我们个人的生命里面。所以一年我们至少在这个 Memorial Day Weekend， 在感恩节的时候，我们来纪念神的作为。其实我们每天都要来纪念神的作为，感谢他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在我们家庭，在我们教会里面所做的一切。所以今天早上我特别有一个感动，就是让我们一起来来述说神的恩典，来感谢他，来称谢他，让我们能够记住神在我们个人的生命，在我们教会所做的一切，在过去的22年里面。而且我们相信神要继续在我们的当中做他奇妙的作为。所以我们一起来开声来祷告，来感谢我们的神，也求神能够继续带领我们每一个人，带领我们的教会继续往前。当我们能够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为我们的下一代来树立榜样。当他们问起的时候，我们在西雅图灵粮堂的服事的时候，你可以跟他们自豪地跟他们说，我在西雅图灵粮堂服事，这些是神在我们教会所做的。 Amen。 我们一起来起身来祷告，来感谢我们的神。哈利路亚，主啊，我们感谢你是的主啊，你在我们的作中间的作为可畏。主啊，我们就来诉说你奇妙的作为在我们的当中。不仅你过去，主啊，你眷顾我们，主啊，你在将来要继续带领我们往前行。主啊，当我们来称赞主啊你的作为的时候，来传扬你的作为的时候，主你就喜悦我们。哈利路亚，主啊，我们主啊愿意，主啊再次的把我们献上，主啊来求你来在我们的当中继续你奇妙的事作为。主啊，因为你是那位神奇的神，主啊你在为我们做大事的神。哈利路亚，我们感谢你，赞美你，赞美你，谢谢主。主啊，我们愿意来忠心的在向你来立志，继续走在你们说白色的道路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谢谢你。主啊，我们感谢你，你为我们成了大事。哈利路亚，我们感谢你。阿门。是的，主，我们要来纪念你的作为。阿门。是的，我们要来数算你的恩典。阿门。是的，主啊，你是那行神迹奇事的神。阿门。主啊，你到如今都在做神迹奇事。阿门。主啊，你要在我们中间做新事。主啊，把那个又大又难的事给我们，好让我们能够彰显出你的荣耀来。阿门。是的，主啊，每一次我们看见你过去所做的作为，每一次纪念的时候，我们的新的信心，主啊，就在我们的重新的激发，因为知道你会继续的行神迹奇事在我们当中。哈利路亚。叫我们不要忘记你的作为，你常常在我们当中来激励我们，被你的作为来提醒继续往前。阿门。主，我们能够站立在这里都是你的恩典，谢谢你22年以来对我们教会的保守。阿门。是的，主啊，你22年来一直保守我们，你从来没有忘记过我们，我们感谢赞美你。阿门。是的，主啊，每一次你做的事情，主啊，我们都要回头来想起，要感谢你。阿门。因为你是永远眷顾我们的神，主啊，你要带领我们继续的前行，来得到那个更加美好的产业，做我们作为我们的恩典。Amen。 主啊，是的，你已将那最美好的佳美之处已经赐给了我们。Amen。 我们感谢你，你给我们的都是最好的产业，我们要为你持守。感谢你。 Amen。 主啊，谢谢你今年给我们一个新的记号，新的会堂。主啊，谢谢你22年来恩手不断地引领我们，带领我们进入那宽阔之地。阿们。阿们。是的，是你亲自的带领我们。阿们。主啊，你是那使无变为有，你是那使瘸腿行走的神，你是水变成酒的神。阿们。主啊，你继续的在西雅图灵粮堂使那水变成酒的神。哈利路亚。有高山有低谷，但是主你永远与我们同在。Amen。 主，因为你向我们所活的一年是美好的，我们谢谢你。Amen。 是的，你向我们所怀的是平安的一年。Amen。
主啊，我们要来述说你的作为，主啊，要我们也要在世向这个世代，向我们的下一代来传扬你的作为。阿门。是的，我们的后代要问这是什么意思，我们就要告诉他们你在我们当中所做的是何等伟大奇妙的事情。阿门。是的，你的作为奇妙可畏。嗯，主啊，我们要心里思想口里不断的来诉说你的作为。阿们。主啊，我们说我们的后代要看见，他们要好奇，他们要问，主啊，因为我们要传递给他们，他们也要一起的来经历。阿们。因为我们的神不只是过去的神，他也是将来的神，他是一直都会活着的神。我们赞美你。阿们。是的，是活神，是真神，更是可经历的神。阿们。不但只是一个人的神，是我们全家的神，是我们整个教会的神。阿们。主啊，帮助我们一同来经历更大的作为在我们的当中。阿们。主啊，你不但要在我们个人身上要做那奇事，你在这个教会里面也要做那个奇事。主啊，你要在美国也要做那个奇事。阿们。好吧，我们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开口来为过去这22年你自己知道的，你所想起的神在这个教会，无论是在个人在家庭或整个教会上所做的事情，我们开口来一起来感谢他，好不好？我们同声开口来请。阿门。谢谢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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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阿门。哈利路亚，主啊，是的，主啊，主啊，感谢你，主啊，祷告，主啊，用需要自己的礼物，拿起来向你宣告。主啊，你说你是在金光之海的高处要开疆土，在途中你要开前路，主啊，你要使沙漠变为水，主啊，你要使干地变为泉源。这是我们祷告，主啊，在这个我看来，主啊，如同巨人哥利亚一样的这个挡在我们前面的一块大山，主啊，我们祷告，奉主的名，主啊，奔赴这个大山挪走，主啊，你来为我们开道路，主啊。
让我们这个小会堂不只是买到手，主啊，让我们可以很快的使用。主啊，求你给我这个六月三号的 privilege， 主啊，我们祷告你给我们这样的一个 favor， 主啊，我们祷告你给我们 favor， 主啊，是的，主啊，从天上来的 favor， 地上没有任何的权势可以拦住。主啊，从天上来的 favor， 所发出来的命令，主啊，地上就畅通无阻。主啊，是的，我们感谢你，你除去一切的中间的这个拦阻，主为我们来开路。主，我们相信你是一个新神，新趋势的神。主，你赐给我们的产业，主不会就停在那里。主，我们必定可以进到里面，我们必定可以修造建造起来。主，我们必定可以在那里来传扬你的作为。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哈利路亚，谢谢你，哈利路亚，是的主，哈利路亚，谢谢主，哈利路亚，谢谢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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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啊，是的，我们为了六月三号的这个 pre-meeting 来祷告。主啊，你让这个会堂，主啊，当我们在为这个会堂祷告的时候，主啊，求你来开路，主啊，求你恩宠领导，主啊，求你恩宠领导我们的教会，主啊，求你的恩宠领导我们六月三号要去开会的建堂委员会，每一个人主啊都像天使一样，主啊，说出来的话语没有任何权势可以拦阻，主啊，让这块地能够得着我们教会使用的 permit， Amen。主啊，求你开那些那个 Renton City 那些官员的眼，让他看见我们的教会在那里是对这个城市有极大的好处的。哈利路亚，阿门。我相信那个在动了善工的神也会完成这工。阿门。哈利路亚，神主，你已经恩待了我们，你会继续的恩待我们。阿门。是的，主啊，你是按照西雅图灵粮堂这个名字认识的、建立的。主啊，虽然在前面有一些困难，有一些曲折，但是你在中间疏通。主啊，有你在，我们就不怕。主啊，从头到尾你都参与这个事情，这个 meeting。主啊，让这个让这些员工们，这些 city 的同工们，主啊，开通他们的心，让他们知道这是不是为他自己而做的，是为神而出力的。哈利路亚。Amen。主啊，就为我们的建堂委员会主席 Jack 来祷告。主啊，求你在他那天的时候，他能够满有你的信心，说出从你那里来的话语。主啊，就能够打动许多人。哈利路亚，我们感谢你，赞美你。Amen。是的，主，你恩膏他们的口，主啊，每一句话说出来就是这么的有说服力。Amen。主啊，你来祝福我们每一个委员。主啊，他们所说出来的话都是用盐调和过的。Amen。主啊，让那些官员们听到了，就知道我们是诚实的人，我们要来在那片土地上做一番贡献，能够达成神的使命。感谢主。是的，主啊，你要在近光的高处开江河，主啊，你要在谷中开泉源，主啊，你要在沙漠，你要使沙漠变为水池，主啊，你要使干地变为穷涌泉。主啊，我们就求你，主啊，在这块地，主啊，来为我们开一条路。主啊，在那个地方，我们要为你来设立你的殿。主啊，在那个地方要来荣耀你的名字。主啊，在那里要成为你的居所。主啊，我们奉你为祝福六月三号的一个命令。主啊，主啊，求你天上发出命令，主啊，地上就要批准。主啊，地上就要跟上你天上的旨意，主啊，愿你的旨意行在人间这块土地，主啊，就像行在天上一样。主啊，你赐土地给我们为业，为你得着灵魂，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阿门。我们接下来，我们来为我们的合一来祷告。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七章里面他说的合一，哦，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合一，就是像耶稣与天父之间的合一一样。我们一起来用耶稣的这段祷告，我们来读了，我们来明白了，我们按照耶稣的祷告来为我们教会来祷告。约翰福音十七章二十到二十三节，我们一起来念来，请。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使他们都合而为一，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赐给他们，使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合而为一。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
也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Amen, Amen, Amen. 耶稣所祷告的合而为一，就像天父在耶稣里面，耶稣在天父里面，然后让我们也在他们里面，带下的这个传福音的果效是叫世人都可以相信，可以相信是天父差了耶稣来。二十三节也说叫世人相信知道父神差了耶稣来，而且知道天父爱我们，就好像天父爱耶稣一样。所以我们来祷告，因为耶稣已经把他的荣耀赐给我们，使我们合而为一。所以我们合一的源头是从耶稣而来，我们合一的能力是从耶稣的荣耀而来，而且我们合一所带下的果效是让在世人面前世人可以相信耶稣基督就是神差来的弥赛亚。好吧，我们按照耶稣的话语，耶稣的祷告，我们来为我们的教会祷告，让我们可以进到神心意的合一里面，能够进到耶稣所祷告的合一里面。我们一起开口为我们教会来祷告，来请。你何等盼望我们能够合而为一，主啊！乃在你在十字架之前就已经完成了。当我们有可以的时候，主，我们来求你帮助我们。所以，我有很多的心思意念需要来调整，主要需要来经历来调整。主啊，让我们能够经常在你面前心意更新而变化。主，让我们与你分析，最后让我们可以众人一起的合一，最后到众生的地步呢？这就像你跟天父合一一样。哦，主啊，这是耶稣的祷告。主啊，今天我们来 echo 耶稣的祷告。主啊，天父啊，求你使我们合一。哦，耶稣，你所赐给我们的荣耀，主啊，就在我们当中。主啊，让我们有了你的荣耀，我们就可以合而为一。主啊，当我们四人合一的时候，主啊，就是这是为你在世人面前极大的见证。主啊，世人要看见，要相信，说你就是那要来的弥赛亚，耶稣基督救世主。主啊，世人看见你是这么的爱教会，所以我们合一的教会是因为有你的爱在其中。哈利路亚，主，我们谢谢他，为你来我们当中来运行。哈利路亚，谢谢主，谢谢主，哈利路亚。主啊，我们来为到我们教会的合一祷告。主啊，我们说我们渴望进到耶稣基督所说的合一里面。主啊，我们渴望进到耶稣基督你所祷告的合一里面。主啊，让我们的合一就像你跟天父跟圣灵的合一一样。主啊，求你坐在我们当中。主啊，因着我们能够爱你，因着我们更深的渴慕你，因着我们能够遵循你的话语，在你的爱中让我们合一。阿们。是的，在你的爱中的合一是从心里面的合一。阿们。我们心就是体贴耶稣的心意，让耶稣的心得满足。当我们合一的时候，耶稣就喜悦，耶稣就得着满足。阿们。主啊，让我们能够放下自己，单单的与你对齐，于是我们就可以合一。Amen, 主啊，求你赐下那个敬畏的心，让我们可以彼此的顺服，彼此的合一，这乃是讨你喜悦的。主啊，实在是讨你喜悦的合一。主啊，让我们与你来对齐。主啊，让我们在凡事上心意更新而变化。主啊，让我们以你的心为心。求圣灵常常的来感动我们，来引导我们，在你的里面能够合一。是主啊，只有在你的里面，我们才能够合一，因为我们都是你的身体。Amen。是的，我们都是你的身体。Amen。主啊，你是我们的头，我们是你的身体。我们不按照自己的意思来做，主啊，让我们来听你的命令。Amen。主啊，让我们切实的彼此相爱。好了，你的大诫命能够在我们的身上被成全。Amen。主啊，当我们彼此相爱、彼此合一、顺服的时候，众人就认出我们是你的门徒了。Amen。Amen。是的，是众人都要认出，是世人都要看见的合一。Amen。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活出那个合一的见证。Amen。主啊，是的，我们说我们没有，所以我们向你求。我们说我们靠自己做不到，可是我们依靠你，我们凡事都能做。Amen。是的，求你的圣灵来帮助我们，来保守那个合一。Amen。
哎呀，不好，就是我们把我们的手放在我们的心上，我们求神来在这个心里面做一个隔离，让我们做一个真的隔离，得到从神来真实的隔离，让我们脱去过去的，脱去那老我的，脱去那已经残旧的，神要在我们当中来梳理我们，要梳理我们，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求神来更新我们的心，求神来在我们心里面心做真实的隔离。哈利路亚，主啊，是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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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们再掌声归给我们的主。哈利路亚！我们请敬拜团来带领我们敬拜。